号主裁刚14的满房，他联赛排7号对位7号竟然被自己这边12号打了，那这能怎么办呢？只能忍痛去打对面的1号了，瞄着对面1号这个实力猛大后期发起猛攻，竟然视角拉到11点位置，11点位置点一个超盲，看一下陷阱，再点一个滚木车，滚木车的话把这个多人剑男还有这个连弩就滚掉。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好奇，为什么这个位置要打滚木车？说实话吧，主要是忘记带飞体了。丢个冰盾保一下车子，今天要车子打掉这两个重火，里面带的是两个雪怪的，雪怪的话可以拉出对面的援兵，对面援兵是一条雷龙加几个气球，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左边9点位置可以下女王了，这个阵还是打超级天女，14打16本超级天女还是打得比较舒服的。超级天女从9点位置打到鸟炮那里，在鸟炮那里挂一个弹药水，跳到后面的擎天巨柱，然后直接爆本。这里女王打得有点慢，时间已经过了40多秒钟了，直接下小永王补一下伤害，拉一下节奏。女王被单头锁了，直接丢个隐身吧，丢个隐身规避一下伤害。他这个阵12点位置用咱们的血怪掏掉了，超级天女再从9点位置打到3点位置，下面6点位置的格子直接下个蛮王，到时候进去把那一块收掉就行了。这里可以点一个超炸，看能不能炸鸟炮这个墙，能炸到的话就省一个弹药水，弹药水就留后面，但是没有炸到，没有炸到要直接挂弹药。注意对面的擎天巨柱，这个位置跳进去的话就会被擎天巨柱打，随时准备丢药水保女王。女王要被秒了，丢个冰盾冰一下擎天巨柱，冰一下的话血量能不能拉上来，拉不上来丢个狂暴再来一下。擎天巨柱的冰盾效果要结束了，结束直接开金身硬保一下女王，这个位置火力还是比较猛的。擎天巨柱掉了，可以注意到12点位置有一些基础防御，丢个闰土在上面可以收一收。中间超级天女这一块可以丢个隐身再保一下，规避一下伤害。视角再拉到6点位置下个蛮王，再点一个超炸开墙，超蛮的话把边断一下，蛮王等会进去直接收掉那一块。中间女王要被秒，直接手动开大再保一下，保一下的话这个大招应该是死不掉吧，活下来了还可以啊，女王的话还是比较幸运的。闰土被对面的头石锁住了，要没血了直接手动开大召唤几头猪收一收吧，下面的蛮王也手动开大吧。现在时间还有50秒钟，手里还有几个气球，两个超盲，一些小杂兵，那么这一刀的话应该是能稳三的了。最后一个收集器女王 A 一下 OK， 这一刀也是轻松的三星拿下了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拜拜各位。